傅老师真的是太有经验了，很多的销售技巧他都有讲到在里面。因为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都好，人是最关键的。DIC 真的让我们对人那方面更加了解。上了这个，我们就开始再重新看一下我们的员工有没有把他们放对的位置，去分析我们自己，也分析我的员工，看到说他们也比较开心，也比较舒服，他们在开心的环境做了，他们才会提供好的服务给我们的顾客。他们也 feedback 给我说，哎，他们开始懂得怎么去看，哦，这是什么地形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哪一些地雷是我们不可以踩的，然后哪一些是他们想要听的话，真的是帮到我们，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那个业绩增长了，有增20-30%。所以我可以说，傅老师的这个经验呢，真的是很宝贵，跟他学习是最对的。